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三下午的三点钟过后，我是马克，我是玛丽，来到我们的告解室时间。你有罪吗？周三下午三点钟过后，我们来反省一下最近我们有什么事没做好的。打哈欠啊？没有。哈，最近我可以说吴玛丽最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什么？我甚至很希望呢，这个影音剪辑的平台，它可以每一个月就提醒一次说，哦，你的月费到期喽，你的月费到期喽。因为有这样的提醒之后呢，玛丽就会觉得啊，我要被扣钱，我要被扣钱的话，我就要好好利用它，我要好好利用它，我就来拍片，我就来拍片，我要剪片，所以就可以上片。我本来就很常利用它了，好不好？哪有？哪有？我没有感觉到啊。蛮长的吧？你阴阳人的影片，我也是那边剪出来的、啊。哎、欸，阴阳人是几个月前？四个月前了，好不好？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真的是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哦，所以吴玛丽呢，最近做了一件事情啊，我们用正面的眼光看她呢，就是她剪出了一支16公斤的淘宝废片，那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可以为他鼓掌。那我们用负面的眼镜看他，就说，你看，就是因为要等到这个软体告诉你说，哦，年费要再扣了，他才突然想要剪。我本来就想要剪，好不好？是吗？真的哦，真的啦。那你这样，你又怎样？没有真的剪啊，你隔那么久才剪一支。哎、欸，跟拍到你家也是我剪的、啊，只是发后置上特效啊。大家如果惊艳于就是吴玛丽的导演才华的话，赶快到 YouTube 上班可以听看一看吴玛丽的作品。我只能说，大学念影传系，或多或少，或多或少嘞，还是吸收了。还是吸收了很多东西吧，是不是？那是综艺节目看很多吧。哦，是这样。我觉得、啊，你觉得跟你的大学没有关系？我大学在干嘛？我都不知道。02-2363-9955，你的反省，你的秘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告解时间。抛砖引玉，我的告解是，我今天早上真的是浪费了一天，我不知道干嘛。今天早上？对啊，我早上起床，因为我现在能够把握的时间，就现在整个下午都废掉了嘛。那我能把握就只有早上。等一下，至于用废掉吗？就是有事要做。啊、是，就是我只能把握早上跟就是晚上回家的时间做事情。对啊，所以早上是很宝贵的时间、啊。早上不是拿来看盘的、哦？会啊，会看盘啊。看完之后呢？就然后你又不能吃早餐。时间很，我今天真的就是时间不知道干嘛就不见了。你是不是在看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没有，那是中午吃一下饭的时候，而且我已经用1.5倍看了，我想对不起导演了。刚刚瞬间有很多告解。哦，对，对对对。我在看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的时候，同时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听到太多。两集的评论，好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可是也有人因为这么好的评论去看以后，然后给我的回馈说其实没有这样子，所以可能我要感谢那些就是把我的期望拉低的人，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蛮不错的啊，然后 Netflix 的就是这种影音平台对于电影有人说是摧毁电影产业，你说因为可以让大家自由调整倍速吗？对，然后也可以就是我看到这边无聊的时候我就暂停，我就先去做其他的事情，对，然后就会把那个情绪啊、连贯性啊什么全部都打破了嘛，对不对？二次剪接嘛。但是当我们戴上一个正面的眼镜来看，这是不是拯救了很多烂片呢？就像我之前看那部，烂片需要被拯救吗？就像我之前在看那一部，因为 Netflix 上面的自制电影真的大部分是很烂的啦。我那天看那一部就是
什么去未来的，然后他是生化人，是机器人那个，你不是看你就觉得很难看，你是一次看完对不对？我一次看完啊。对啊，我还是大部分电影我都会一次把它看完。我分段看，我就觉得很棒啊，超好，超强。02-2363-9955，星期三下午三点钟过后的周三告解释时间，你有什么告解想要来告解一下的呢？想要忏悔的，想要压在心头的秘密想要分享的，为什么每天练习，因为有心里more and more。但是当这个电影歌曲就是刻在你心，就是我写一首，不是啊，我学长写一首歌，我放给你听好不好？刻在你哭了。我就说你一定有想起什么嘛？怎样？那一年被无马力支配的恐惧。大红花的秘密，艳阳下最美丽。Oh oh oh， 微笑有种魅力，传递火热讯息 ，Heart to heart。别迟疑，别担心，这天气那规矩变化无穷，没有道理。面对世界的勇气，为了你，我可以。是短暂一生的证明，也许我太过年轻，但那不该是个问题，一直一直前进，我们究竟在心底、前天吗？是前哎、欸，昨天吗？昨天我们是不是接到一位说有什么事情是要留在今天来告解的呢？就是
跟他太太，他的初恋女友一直在他的心上折了一个星星，折了一箱的星星，里面的星星都是不一样，都是对他的字。然后说有一些事情再来告解，支支吾吾的说，非得要等到告解日才要说。今天你在听吗？我在等你呀。Go on 02-23639955 星期三的告解时间，你有罪吗？Tell me
baby, it's a piece of cake. Baby, it's a piece of cake. It's a piece of cake. 0223639955。Hello， 你好。Hi， 马克玛丽。你有醉吗？我要分享是我在某一次的工作上，老板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好有很多大咖明星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然后老板就以介说要买那些。那个摇滚圈的门票要送给长官的理由，要就是邀了几个，就是邀了我跟另外一个助理一起抢摇滚区的票。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幸运的抢到了四张摇滚区的票。然后就跟老板说：“哦，老板，那我抢到票，我可以把票就是给你这样子。”然后等到后来票准备要交，就拿了取到票准备要交给老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真的很讨厌老板，我就跟老板讲说，老板，我有两张票想要自己留着，要给爸爸妈妈去听。但其实我是把票转手卖给别人，然后就还是给了，就只给老板两张票。然后后来老板把那两张票给就是公司的长官去，然后公司的长官还有稀稀疏疏的让，就是我给卖给朋友的。朋友去听，然后朋友听到那个长官还说，哎，不是说要给爸爸妈妈来听吗？这样子。最后这一段我没有听懂什么意思，就是旁边的长官说，哎，不是说隔壁那两张是他要给他爸爸妈妈，然后来怎么会是一个好像年轻人这样，对就是这样，所以最后还是有病康嘛，没有没有，因为我也离职了因为就是太讨厌老板了，就还是就只给他两张票，很突然的讨厌起老板没有，其实是很久了，只是突然在准备要给票的时候觉得我为什么要让他拿这个票去炫耀他有多厉害呢？那应该就是不要给他任何一张啊，你就说我没抢到啊，对吧？可是因为在刚抢完票的时候，他要就是抢票的员工回报有没有抢到票、然后那时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抢演唱会门票，就很兴奋，表示说我成功抢到四张票，还很骄傲。OK OK， 好，我分享。好的，感谢你的分享。拜拜拜拜拜拜，你有罪吗？Take me
BRB, be right back, move. 3:29，02236399555。我是马克，我是玛丽。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游戏时，就在飞碟联播网。来到星期三一周的中间的时候，那我们再邀请你来回复一下，复盘一下，想一想最近有什么没有做好的事情，反省一下最近我犯了什么罪。If I put on music, then I play a song. If I play a song, then I think I'll lose it. End up pulled up at the front of your lawn. So I don't go driving, no, I just stay in. I don't do most things I used to do. Cause every moment is a fork in the road, and all my roads lead back to you. You. No one ever told me我们可以 keep a secret， 因为你打电话进来，那就不是 secret， 你在公告全世界。但是你可以画个假名，就不会有人认识你是谁了。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秘密。说到秘密，因为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个阿拉西的纪录片嘛，然后就从他们2018年巡回演唱，2008开始记录，然后一直到他们可能我不知道 ending 是不是就在他们的休团前这样。那一开始他们办巡回演唱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五个人自己知道我们会在2020年年底结束，可是那时候没有，就是其实也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什么经纪人知道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非常少。所以呢，就是当然从前面的演唱会开始跑嘛，他们等于是演唱会跑到跑了几场之后，中间才
公布说我们要休团了，那接下来两年我们会用尽全力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完美的 ending， 完美落地。那时候也会聊到，就是因为他们的演唱会桥段好像有个固定是每个人都会就是 talking 嘛，然后看起来就是很走感人路线的那一种。我说五月天啊。我不像你看那么多，我不知道。哎呦，还会把球丢回来啊！哎呦，明明你看的有五月天场比我多吧？反正那时候也有说，就是那个时候可能那种心情也是蛮复杂的，因为可能成员你自己知道说，我们其实可能在巡回演唱结束之后，我们阿拉西就会休息了。可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公布，所以可能当你在 talking 在讲话的时候，心中好像也是有。没有公开说谎，可是你心里的确是压着一个东西卡在那边的感觉、那个神秘的落差感。所以观众，因为我们是全知视角，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大部分还是说就是很就是感谢的词，还是说就是五个人啊，二十周年啊，然后。就是重点不是在于那个二十周年那个数字不停的攀升，重点是前面的那个五，永远都是我们五个人，就是还是在讲这种。然后当然中间，因为我现在刚好看到他们刚公布记者会，所以等于是记者会后的第一场演唱会，他们会在那边说，那今天 Token 会讲这件事情吗？会主动提吗？要用什么方式提呢？严肃的吗？半开玩笑的吗？要在五个人时候都在台上的时候提吗？就是其实真的有很多妹妹刚刚小细节需要注意的。02-23-63-9955，你的秘密是什么呢？保持秘密吗？02-23-63-9955。Hello。喂。嗨。你好。你有罪吗？有。你的罪是？我的罪是，我过年前买了，花了2万多块买了网购。哇哦。但是因为网购有7天鉴赏期，就是会有一些不适合自己身形的衣服，加上我身材又比较丰满，所以我只保留了当中的差不多5000块左右，其他的退掉了。就觉得之后我也是被我家人教训说，下次不可以这样麻烦别人，所以就觉得很蛮抱歉的。你退了15000左右的衣服，同一间店吗？同一间店，对。你怎么2万块买同一间店？你买几？大概几件啊？蛮多的，可能但是那间单价本来就比较高一点。就是他之前那个东京卓一的那个创办人周平均的新品牌，
所以你也没有数你到底买了几件，大概有15件左右。OK， 所以一件差不多1000块，是吗？平均大概1000左右，对。哈哈哈哈。那你在下单的时候都有很仔细确认那15件是不是适合你的吗？还是你就是失心疯？数量会那么多是因为它有的会有2个颜色，所以我就想说我就不确定到底穿起来我会喜欢。我就2个都先送来看看，2个都先买。Oh my god！ 后来我就觉得不行，就是这一次经验之后，我就没有再买网购了，我觉得好像很恐怖。但是你刚刚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正在买东西？哦，没有，我在做生意，我刚刚好是。所以是刚刚客人跟你买东西。对啊，对啊。了解。好的。好，谢谢马特马蒂。拜拜。拜拜。如果现在呢，你也在办公室，然后可能工作做完了，或是不想做，你也在逛网拍的话呢，你可以去看看吴玛丽昨天最新拍的那一支哦，烧烫烫的。我起码救了2个人，就那个回复来说，我看到我拯救了2名。烧烫烫的哦，昨天呢就是电台，我一进电台说，哎呦怎么有一个这么大，然后包这么丑的包裹在这边。然后说他竟然是吴玛丽的16公斤的海外包裹，然后呢，他就开箱，都是他跟他的姐妹们，还有办公室的同事，一群人合购，那掏的根本不是宝，掏垃圾，那不是垃圾，你们就是在为地球制造伤害，你们这一群人，坏透了，坏分子。那你都裸体来，你用树叶就来哦，这就是夸张了嘛！我还是要穿基本的衣服啊，我不会乱买嘛。你看我每天都穿是几套一样的嘛，是不是？哦。
现在都由不得你，由不得我，身体不合作。躺好，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又来到我们梦想微微博的不是维腾的奋斗日记。昨天说到了妈妈泼他冷水，说哈，你那边画免费漫画给人家看，你不要浪费自己心力好不好啊？嗯，维腾被泼冷水之后，坐回电脑前，结果邀稿合作，我得了一种吃菜就会死的病，您好，蒂尔孙同学，然后就附上了详细的产品规格，真的有业配来找我。由于我们很喜欢你的漫画风格，本公司想邀请您一起做业务配合宣传，费用为3000元整。啊，3000耶，好爽！我打工1小时才100，要做30个小时。我画图呢，我只要5小时，3000除以5等于1小时，赚600，超爽的。就这样。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商业案，接了，5小时赚3000啊！啊，是啊啊，我愿意赚您的钱，哈哈哈！没问题啊，拼了！当时的我是这样想的哈，一篇3000块，我5小时就可以画完，我一个月花10篇就有3万，就不用去上班啦，嘿嘿！商业合作，我发现哪有这么简单？嗯，啊，什么？有图要修改哦，好，那我修改。啊啊！还要追加补充哦，要多画几格哦。啊，好，多画啊！哈啊！厂商突然改变心意，啊，要改剧本哦，还可以改剧本哦。这真的是一开始就太不熟了，就没仔细确认那个合约内容。我真是命贱，为了钱等了3个礼拜。什么？你说文章 OK 了，改了6个版本，终于过关了。好，他们会在发行日当月5号把费用转给我。谢谢你。到了下个月5号，哎呦，维腾把他的猪朋狗友们找来。猪朋狗友们，哎，今天怎样？头壳派气哦，啊，还是得绝症，居然想请我们吃饭。他同学讲话真的很贱哎。哼，想吃饭哦，嘴巴就甜一点啦、啊。本大爷今天领第一次业配薪水，把你们当兄弟啊，今天吃的喝的都算我的。哼，来吧，出来吧，折腾我3个礼拜的稿费，我插入提款卡召唤稿费。结果钱没有汇进来。为什么？那你这样你又。不会是遇到诈骗了吧？猪朋狗在旁边说：“哈哈哈，第一次接业配拿不到钱，哈哈，公司倒闭了。”安静，闭嘴！我再打电话确认。结果跟厂商确认后，维腾，我们查过喽，我们每个月5号汇款是没错，你的费用也没有问题，只不过我们合约有写哦，要等90天以后才能汇款哦。原来所谓的业配，真正拿到钱，按流程要等90天的时间。嗯，窗口说没办法，这是行规，大家都这样领钱的。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次接业配的经验之后，接下来的业配量，呵呵，开始进入零的境界。吃土喽！算了啊，没钱也没差啦。反正我一开始画图就是因为喜欢画画啊。更何况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等我更新呢，赶快更新吧！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即使没有钱拿，我还是想要画下去，因为我拿起了这辈子最难以放下的东西。什么？是什么？画笔啊！你以为他这边会做个转折是不是？嗯，当然是画笔啊，不然我应该要讲什么？
我要讲在广播上不能讲的东西吗？没有，我要讲梦想微微博的那个吗？没有，因为你刚刚就是让我就是很兴奋，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哦哦，画笔，没错，没错，画笔。今天最后呢，要跟你说再见啦。最后呢，就送上来自于张信哲的《就懂了》。听完了维腾的故事，你有没有跟维腾一样就懂了呢？就算没有钱，他也要做这件事情。那是什么？那就是热情啊，那就是 passion 啊。哇！我是马克，我是玛丽，我们明天再会，拜拜。拜拜。定义爱情有点难。不愿再追求太孤单，在路口该暂停转弯，选择以后总遗憾，解读梦想常失去判断，悲伤久了就乐观，自问自答也好，半途而废也许好，谁在摸索途中不曾跌倒？这是火，人群的热情骚动；这是风，城市的温柔吹送。有时候，当束缚变成自由，就懂了感情是什么。这是梦。方向奔走，这是痛，人间的茫然挥霍，然后我就懂了，就懂了，生命是什么，在哪个路口该转弯，选择以后总遗憾，解读梦想不简单，反正悲伤久了就乐观，也许更好，谁在摸索途中不曾跌倒？这是火，人群的热情骚动；这是风，城市的温柔吹送。有时候，当束缚变成自由，就懂了感情是什么。这是痛，人间的茫然挥霍，然后我就懂了，就懂了，生命是什么。这是火，人群的热情骚动；这是风，城市的温柔吹送。然后我就懂了，感情是什么。这是梦。